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te 林乐怡。咁今日咧又系一个 Girls Free Time Vlog 嚟嘅，就陪我一起休息一下。咁首先咧，我而家就会整咗个早餐先。话说咧，呢排我发现自己一个好特别嘅变化咧，就系我去买嘢嘅时候咧，我好留意嗰啲食物嘅 expire date 啫。即系以前咧，我系会过期咪掉佢咯，但系而家唔系咯。即系而家我会睇住，哦，原来牛奶同埋嗰啲面包可能过几日过期啦，我就会 plan 定，不如听日嘅晏昼同朝早我都食咗先啦，咁样咯。我今天想整个飞碟啊，但系呢块包好似唔系好够大块，是但，然后再加上我的邪恶烟肉 ，cheese， 之后就系咁样吸埋佢。呢个系人哋送嘅，但我觉得最唔好嘅嘢咧就系佢冇嗰个时间制，即系唔知道焗到几时系啱咯。所以我焗一分钟，我就要可能拿开嚟睇下会唔会窿晒。如果焗得太耐咧，佢就成个飞碟咧就变成黑晒噶啦。哇！你食咩飞碟啊？你食啊？因為我妹而家都係網上上堂啦，所以基本上我每一日得閒屋企剪片嘅話，就會整日賣嘢食俾佢食咯。但係佢真係呢個嘅雪櫃焚化爐嚟嘅，我喺超市咧買幾日嘢咧，佢可以全部同我食曬，好犀利！死啊！你唔係同媽咪出咗去嘅咩？好嘢，點會遇我啊？我反應，你點解要咁樣啦？你點解咁樣啦？黐筋！咁大碗嘅我噶吓，咁我咧，我成条包噶啦。你系厨房焚化炉咯？厨房焚化炉系因为整嘢食俾个厨房食，唔系，即系你意思系好快可以食晒成个雪柜嘢，叫厨房焚化炉。哇哦 ，OK， 系乜都冇嘅，啲芝士唔知溶咗未咧？下次要再焗多阵。通常我起身第一样嘢咧，我就系会 check Gmail 啦，然后之后咧就会 check 翻 YouTube 观众嘅 comment。多数嘅 comment 咧，其实我都会尽复嘅，同埋有阵时会有啲好得意嘅 comment 会好考我嘅 EQ 啦。即系耐唔耐咧，都会有啲观众系无啦啦人身攻击啦 ，Will 高啊，情绪问题及早求医咁样，然后我就你有问号。咁我应对嘅方法咧，都系用一种自嘲或者揶揄嘅方法嘅。之前好像是魯迅曾經講過一句說話，就是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夠自嘲，當你自嘲的時候，別人就還擊不到你。所以我覺得對付這些負面的評語何必太認真呢？我就問他，你說我有精神問題？會不會你有？有很多網民都比較關注我的身材啦，有一個就會經常留言就說，今次沒有波體，然後我就會覆他，不如你試下八度或者九度的情況，就是穿著底褲在個山路行，看看凍不凍啊，又或者我會覆他，這排天氣凍啊，小心冷真啊，這樣咯。有些網民很好的，他就跟我說，我有幫你檢舉一些性騷擾的網民架，我覺得你們檢舉都好的，都多謝你們的，但是我自己的應對方法就是，沒有可能十個這樣說，我十個都檢舉的，咁我咪好唔得閒，咁我多數嘅情況就係會笑一笑，然後同佢講叫佢保重身體咯。但係我嘅觀眾咧係有九成咧都係好錫我嘅，多謝你哋。想先踩單車出去行下，聽講景林村嗰邊開咗一扎紅葉。呢顶帽得唔得意啊？我喺 D2 Place 买嘅。咗網上講紅葉好靚嗰個地方，其實就係呢條樓梯啦，就係呢個位，係呢條樓梯。
我之前無意中經過行翻屋企，其實都睇到，但係嗰陣時唔覺得係啲咩打卡點啊，但係即係湧咗好多人嚟咁樣咯。如果是盛開了的話呢，這一大條路呢其實都是有很多紅葉的，就不是只有這條樓梯的，但是現在就過了啦，所以就剩下一點點。比起這一條路呢，這裡很多居民經常上班啊、放學啊，很多人我就很少走上來的，我多數都是走下面那條路的，還有下面那條路才可以踩下單車，這裡就要推咯。帶大家下去下面看看，身份證低 B 㗎，係咪好正咧？呢張凳，以為自己係歐洲咁樣。其實呢一個咧就係寶康公園啦，呢一排都封曬㗎啦，因為疫情關係。但係都落唔落，我都會落嚟行下嘅。呢一個地方咧，真係二十幾三十年嘅啦。我細細個仲係光頭劇嗰陣時咧，爆咗個名字出嚟添。我以前有個花美嘅光頭劇，咁咧就已經係落嚟呢度玩噶啦。咁但係佢就經歷咗幾次嘅大維修啦。咁而家嗰啲遊戲設施已經唔同曬噶啦。咁但係咧，我後面呢個鐘樓咧就仲喺度，係咪好靚呢？有好多人咧畢業相同埋結婚相都會嚟呢度影嘅。頭先咧，我喺景林嗰邊度影嗰啲紅葉啦，影到勁多啲蚊子咬到我隻手損曬啦。你睇下，咬到隻手，呢只仲誇張，呢只仲誇張啊！黐線啊！哇！你哋有冇用過呢一隻平安膏啊？叫做我婆由細搽到大嘅，冇曬咯，成間已經。按佢所講咧，無論你係蚊叮蟲咬啦、綠傷、火傷啦、乜鬼傷都好啦，都是搽平安膏的。但是如果你是那些灼傷解傷，你搽平安膏真的拿到阿媽都不得的。蚊傷搽平安膏真的很有用的。超多粒啊，好痕啊，好冷啊，敏感牙齒啊。其實今天都不是完完全全的休息，因為第一次有一些 beauty 的廣告找我去做一些 promo， 所以我都要拍一些宣傳照，但原來自己幫自己拍照真的很難的，但希望大家多多包涵，我很開心的，因為終於有些 beauty 的找我了。因為一直我的觀眾群都是男性比較多，女性的觀眾可不可以舉隻手在下面留言，雖然男性我都很多謝你們，沒有你們的支持就不會有今天的林樂兒，所以就 thank you 很老套啊。極度懷疑這個天文台是不準的，他說今天多雲，但所謂的雲是棉花糖雲啊。搞搞下，其實已經四點三了，可不可以帶你們走一圈呢？其實寶康公園咧係好大嘅，咁但係就而家封曬都冇乜特別嘢睇。咁而家四點三啦，我想講去單車館隔離間牧羊少年咖啡度食個甜品啦，咁所以就出發啦，行啦 ，say hello 同觀眾啦 ，hello 大家好，我係 Kate 林樂兒啊，係啊，我接咗我個妹，而家一齊去單車館度食嘅。頭先佢練完體能嗰啲咧，嗱我哋跑到去前面轉左，開始俾你踩，前面轉左啊。前面轉左，落總之你見到條行人隧道嗰度，我幫你踩。加油！仲有最後一百米，最後一百米。啊，到你踩啦，俾你踩。哇，好驚啊！睇住佢踩真係，好可怕呀！呢間就係單車館嘅牧羊少年咖啡啦。我超喜歡你度，呢條友是最喜歡就是你度食，食咩啊？係啊，唔該。呢個誒，哇哦，爽啊你！頭先做嗰啲運動全部都冇用噶啦，死肥豬又話減肥，減肥。聽日先減，聽日開始。Cream 都好吃，哇哦！呢個
个超级邪恶啊！鸡翼配蜜糖芥末，好好食。我成日覺得呢間耀中入邊其實係咪睇到嘅咧？喺度對住啲人喺度照鏡，咁樣勁柒。咦？甩咗喎！係啊，縮咗，踩唔到咯，即係話佢個齒輪咧甩咗條繩，我唔識搞喎。唉，咁我哋要走喎。打俾爹哋啊！咁叫爹哋接我哋，次次一有事我哋就打俾爹哋咯。算啦，今日都唔系好睇到日落噶啦，睇下个天白蒙蒙一片。真系老豆救命啦！做咩啊？喺边啊？我哋咧架单车个齿轮甩咗啊！惊唔惊喜啊？车好易整翻噶，就系低楼。我唔识啊！快啲过嚟接我哋，我哋喺海滨长。海滨长落边度？十番牛个位咯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我哋而家咁嘅情况咧，用两个字形容自己啊，要有共识 ，OK？ 嗱，嚟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垃圾。L J 是什么？垃圾。俾内地荼毒嘅小朋友，救命啊！啊，小朋友好快过嚟啊！你睇隔篱嗰个右手边嗰个。喂喂喂喂喂喂！喂，你想增加我的戏剧效果，唔使咁噶，唔使咁大牺牲喎。你系咪傻噶？喂喂喂喂喂喂喂，大佬对唔住，对唔住大佬，对唔住大佬，以后唔敢。Hello， 咁啱嘅。盛起个碌。盛起个碌啊，妹。好似头先咁盛起佢。啊啊！搞掂，搞掂。Lucky， 第一件。再見。晚快咧，我就已經翻到你屋企，亦都食咗晚飯啦。咁咧，我個妹咧就催咗好多日，就話想食呢個鮮奶燉蛋啦。我上一次咧都試整咗嘅，但係最後整咗出嚟咧就變咗做水蛋。佢而家咧就上緊英文堂嘅，咁我就決定再接再嚟啦，試整多次俾佢啦。海盜牛奶，我要兩隻雞蛋，呢啲全部都係蛋糕用具嚟嘅。咁咧，我咩情況底下我會整蛋糕呢？就是失戀的時候，我對上一次失戀的時候咧，我連續一個月不斷整蛋糕，直到我家人都不想再吃。之後就等佢焗十分鐘，知啦，仲響喎。唔係啊，蒸得幾好喎，嚇見唔見到？等下等下。点啫？可唔可以雪落雪柜？点解啊？好热，好热，太热啊！食唔到。咁有冇味先得噶？有味，但系唔够甜。闻落比食落，俾爹哋试下。唔得，试下。你个死人样，使唔使咁啊？点啊？石 B， 好唔好食啊？暗。俾你闻下，吓佢好少唔舐你嘅，通常闻完乜鬼嘢屎唔臭都舐，再嚟先闻一次，闻一次，闻啦，都唔舐喎。好啦，今日嘅 Girls Free Time Vlog 就嚟到呢度啦。因为我想试下咧就做 live 啦，同地地倾多啲偈啦。咁我但系我又未够胆死喺 YouTube 度做，咁所以咧啱啱咧就应承咗大家，今晚十一点钟咧就会喺 Instagram 度同大家做个 live 去嗰啲叫乜嘢啊？小试牛刀、水试牛刀，嚟是但啦。如果你哋都想我喺 YouTube 嚟紧开多啲 live 嘅话咧，就话我知啦。咁到最后嚟到珠海片嘅话，记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再揿埋隔篱个铃铃，然后之后会俾个 like 我，再 share 俾你嘅朋友睇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。